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， 今天就跟大家做这个香脆好味的蝴蝶酥，只需要三样材料就整到的了，我们即刻开始吧。好香喷喷啊，我即刻试下味道如何啦。蝴蝶酥好酥脆好味啊，而且材料简单，制作又不复杂，好适合新手去整。最近多咗时间留在家，大家不妨试下自己整啦。Yoo-hoo！